有很多西片我都很喜歡西部片，尤其是不用說了，專名 是西部老祖宗的那些你知道嗎，那我都很欣賞西部片，而且我覺得他們是很 free 的，西部片騎匹馬周圍走和中戲不同一般的戲，即好像很逼很緊扭，我覺得他 you know free，你西部片多數唔，你睇郊外啊，或者成啊騎馬行嚟行去啊，即係你感覺會 open 好多嘅啫。其實中國喺上海嘅租界嘅時期咧，好多人嗰個扮相啊，所謂就係好似西部片，好似西部嗰啲，好似。以前的芝加哥啊，那些都是西裝薄帽啊， you know， 是好像的，是好都有。其實我不是走西部那個 mood 的，其實我是走回是中國以前那個 mood 的，只不過是說這類戲呢香港比較少、啊、看的人都少，那人看來呢以為是西部的，其實不是的，其實是中國的，除了那塊尖是切動合之外呢，其他的都是很中國的。lucky 就係話我去到曼谷可以揾到，第一佢哋係俾我拍一個 Bangkok 個 train station 係完全俾曬我拍啦。咁第二係我要揾另一條公路，另一條火車路咧，就啱啱佢就起咗一條火車路係未行嘅，所以就全力去支持俾我拍。咁我其實拍得相當之 happy， 你知啊？其實拍動作片就始終都係難噶啦，啊，拍動作片始終都係好需要時間嘅。咁呢啲情況咧就～一定會的，你的火車由那裡揸到呢度，然後 NG one more 揸到嗰度。咁通常嚟講，呢啲鏡頭都不會話 take too long， you know， and nothing， 即係唔會太多， you know， medium shot， wide shot， 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then what's wrong？ 啊，唔會話 the smoke no good one more， 其實冇嘅。咁其實就係話拍得好順利嘅，通常拍得好順利嘅。所以但係你拍電影嘅時間一定要有，你一定要俾啲時間去做呢樣嘢，就係預咗嘅全部都。我哋嗰個時間仲未興 storyboard 嘅，嗰時未嘅，即係通常都係入咗個腦裏邊。啊，咁同埋你寫劇本嘅時候咧，所有個 character 咧，我已經有咗一個感覺，呢個人應該做啲乜嘢，呢個人做啲乜嘢，呢個人打啲乜嘢，呢個人打啲乜嘢。啊，咁然之後你有咗個底喺度咧，咁然之後你再去設計每個動作啊，每個成咧，就會即係可以容易捉得到咯。我哋喺大埔一個官地度，我哋係用咗好多錢，用幾百萬搭咗一條街道啊！咁啊，酒店又喺度啊，嗰個 village 啊，村莊又喺度，即喺嗰度起咗跟起嘅喺嗰度起嘅。冇問題，因為我咩都識講啊！你話韓國話我又識，你日本話我識少少，你泰文我又識啲嚇，咁對我嚟講係冇問題。咁另外仲有最大嘅緊要就係、是、最緊要就係你有翻譯噶喎啊！咁你有翻譯同埋嗰啲演員係個個都係其實專業噶嘛啊！你將嗰個戲啊，將個對白啊，將個感覺話咗俾佢聽咧，咁我諗佢哋係好容易可以捉住嗰個 character 去演繹嗰樣嘢出嚟。所以其實是沒問題的，其實 language 的問題是我覺得是不是那麼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說本身的領略性強的，還有在電影上面他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的話，我想對他來說一點都沒問題。Sandy 好似之前唔知係拍過咩戲嘅，我睇過佢唔知，我就覺得佢身手幾好。嗰場戲其實係
玩少少嗰個喜劇嘅效果啫，玩少少喜劇嘅效果啦。同埋我諗觀眾應該會即係接受啊。同埋我亦都好欣賞李小龍啊。咁另外我曾經拍過一部冒犯即係李小龍嘅電影啦，叫做《肥龍過江》啦。啊，咁然之後好耐冇拍過李小龍啲嘢，冇做過李小龍啲嘢。咁啊，然之後忽然間亦加少少呢啲嘢，自己做一下都覺得自己好過癮。咁唔信咪加咗少少動作啊，即係咁啊。石師傅，唔使咁衝動。其實那個是一個 funny scene， 你 know， 揾阿黃宇做關德興啊，咁然之後揾翻阿堅叔啊，啊，去大家做翻個配搭，大家講啲戲啊，咁係一個即係幾得意嘅感覺啦，啊，所以就黃宇都幾好啊，呢個。因為袁彪是我師弟，我們一起練功一起訓練都有七年，大家在一起，然後他所有練的東西我全部知道的，他所識什麼我都知道的，但他身手好到哪裡我都知道的，他身手相當好的。我認為他是可以做入面呢個角色，我可以俾人袁彪試下做呢個角色。咁唔知佢 design 咗佢自己啲動作啊，有啲難度嘢啊，諗啲嘢出嚟啊，佢係完全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對佢個動作完全反而係冇問題。係戲嗰方面咧，佢做咗咁耐嘅呢個舞台劇，即係京劇咁啊，啊對佢嚟個戲咧都唔會有太大問題。大家靜啲，大家靜啲。竹波身為保安隊長，監守自盜。他是我們的敵人，沒錯，竹波所想的是血汗錢，這血汗是我們流的，這錢是我們的，我們要將敵人消滅，要將屬於我們的錢找回來。是的。那呢他性格呢，就其實 他平時的他是 很 quiet 的，都不會說太多話的，但是他在學校練功啊，成啊練得都相當好的，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他都很小的，我們一起長大，所以對袁彪整個感覺啊，成啊，即比較容易掌握多些。我們其實是不會吵架的，成龍我拍這麼多部戲他都很尊重我，大部分就是我是實贏他的。我和他吵架，其實沒有吵架，我們因為我們全部在一起就講國語啊，國語咧，我中意醜化人嘅，我好中意醜化佢嘅。啊，咁佢就成日話：點解你呢樣嘢人哋平時正常講就咁樣，你一定要醜化我咁咧？咁其實我哋兩個嘅關係係冇人知嘅。啊，咁唔同我同你就講廣東話，但係我一同袁彪啊，或者同阿成龍喺一齊咧，我哋講國語。咁有好多時就係話人哋我哋講嘅嘢語氣啊，聽啲國語嗰啲唔明咧，就以為我哋嗌交。其實我哋唔係，我哋自細就係咁嘅態度。因為呢些全部都是我以往的作品啊，以往的戲啊，而家重新做受歡迎啊，成啊，咪開心係咁咯，聽到咪開心下咯，我唔會好驚訝，唔會好成啊，咁啊，因為驚訝都冇用嘅，啊，你始終都要面對
將來啊，成啊，你希望將來嘅嘢受歡迎啊，咁你就會特別開心啲。